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莉亚。今天想给大家录一期拆包裹的视频。这个我之前很早很早之前就在就是微博上面跟大家有预告过，就是说我要录一，就是买了，就是100块钱买了8个福袋，然后现在都到了。那也是拖了一段时间没有录，就是这么多包裹，我要把全部都拆掉。就是这些，我把它全部都拆掉。100块钱买了8个，基本上算下来是10块钱一个。然后它里面就是我买了很多的，有什么化妆品，还有什么饰品，还有文具，就是基本上都是很日常的一些小东西。那么10块钱一个的包裹，先来拆一拆里面都有什么呢？有没有超值？到底是买的是心跳还是买的是不实用的？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我这个他送来已经一个星期了，但是我一直想录这个视频，我一直没有拆它，我也不想去看手机上面到底买了什么，我就拆开看吧。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里面就这么多东西。哇，这个好像是指甲油哎，我买了一家指甲油。为什么要包这么紧啊？真的是。我这算不算暴力拆卸？对吗？噔，啊，是指甲油，是指甲油，是一个裸粉色一罐，送了一片卸甲巾，然后只有3罐啊，什么颜色？我当时好像有给他留言说是就是给我来几个比较清新的颜色，或者是显白的颜色。看一下他给我发的，是不是清新又显白呢？这个色，这是什么色？这个有点沙棘色。然后第3罐是一个，是一个豆沙粉，不知道涂在手上是什么效果，但是还蛮大罐的。这个好像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8块钱左右，还不到10块钱，然后都是包邮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就是第一个包裹是3瓶指甲油，然后3个色，就是还行吧，挺洋气的，还不算特别丑的颜色，没有发给我那种就是大红大绿，可以的。第二个是感觉是很轻飘飘的，然后里面不知道是什么。什么啊，里面还有，拆开是这样的，里面还有一个袋子，这是我的吗？哦，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家了，他送了个这种小袋子，然后里面空了，就这个东西。买的 choker 他们家有一个纸，然后送了一个小镜子，然后就是这么几条。我当时好像跟他留言说我脖子粗来着，给我来几条细的，但是发来的依旧很粗。看一下，貌似好像都是粗粗的款。拆，第一条长这样，中间是个环，是个圆环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圆环，然后戴在脖子上就是这样。演示一下，戴在脖子上就这样，还行吧。然后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是，妈呀，第二条也是一个特别，这个我戴着能好看。第二条是一个粗的，然后又细的，这怎么戴啊？是要。哎，这样戴吗？那不是这个细的就会啊，它是戴过去之后它就是这样，反正就是也不是细的了。要我自己的话，我可能会把这个给拆了吧。第三条是这个抽盖，好像是9块9，貌似哦有。这个第三条是这样的，有个小坠坠，2条线，戴上可能就是。2条线的，戴上就这效果，戴着给你录了。戴上就这个效果，反正也是线脖子粗。
这个是9.99的，他们家好像有几种不同的套餐，我买的是便宜的9.99，因为我想录10块，就是买的包我多嘛，所以我就买的便宜的。然后他们家好像还有那个15还有20，反正有那种9条合集，就是基本上都有。接下来这个也很轻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的刀呢，在这里拆一下试试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嘿，拆了，哎，好像是这个，好像是手机壳，还送了一个小本本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啊，他们家我记起来，他们家是应该是10块钱两个手机壳吧，或者就15。啊妈呀，真送了我两个这样的。就我当时看评论嘛，好多手机壳都挺好看的，就有那种比较卡通的，然后有那种比较少女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喜欢清新风的，就比较少女一点的，他就给我送了一个黑的，也还行了。不是送，就是福袋里面有两个款。一个透明的，一个这个是透明的，透明的长这样，是一个小女生，然后不透明的长这样，两个，我觉得哎还行，10块钱，好像就10块，不是10块就15，应该是10块，还包邮两个手机壳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手机，第三个，接下来是这个也是小小的，我忘了是什么了，拆看一下吧。拆开之后，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袋子，袋子里面是什么呢？撕开看一下，啊，好像是明信片。对，当时是买了这个是4块多一个，然后买了两个，不知道他给我发的是哪两本。这一本终于知道了，这一本是蔷薇少女明信片，然后这一本是像猫一样生活，哎，挺好看的，拆开看一下。拆开呢，这一盒里面就是，可以的，哇，一后台，整整这么厚一摞的明信片，貌似一盒是4块多吧？看一下，我觉得印刷还是不错的，是这样的猫，后面是长这样，就是明信片，然后基本上都是猫，就是所有的都是猫，猫咪，小猫咪。这是猫猫像猫一样生活那一盒，然后这一盒是蔷薇少女。哎呀，不好打开呢。这盒其实我当时是想着买来，就是它里面应该都是水彩画的小女生，然后我是买来想练水彩画的，就想临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背后是长这样，明信片，然后都是这样的少女，也都是这么大。就是很厚一沓，4.3还是多少，然后好像应该也是包邮的吧，这么厚一摞，超值。哎呀，因为之前好像去别的地方买这个都是买十，就是多少钱一张吧，还是一沓是10几块20，反正这个可以很超值。再然后是这个箱子也比较的轻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拆开看一下。这是什么呢？拆开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为什么给我的都是这个？这个是那个许愿的，崩溃，这是什么鬼？这个是那个许愿的福袋，好像是10块钱，然后它东西就是你可以许愿，然后你许了愿之后它给不给你是一回事，然后你就是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。但我看评论，大家有的人真的收到的东西还蛮好的，然后给我了一个小鸡蛋。这是什么？你有玩过这个的吗？这啥呀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在掌中温柔揉捏，蛋黄哥就会现身，握在手里是情绪揉捏，然后呢将袋中的内馅倒入干净的桌面，然后让它吃进去，可以使奶黄包凸现。什么鬼啊？哦，它是长这样的奶黄包，然后送了一个这个，意思是把它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用它来捏，它就能吃进去，就是解压小玩具。
这个有点嗯。然后是小发夹，因为我看他们有送那个可妮兔的那一款，其实我是想，我看评论里面有的，我就想要那个，我说给我一个小耳夹吧，就是头发卡，结果就给了我这个小猫猫。哎，真的是耳朵还不一样起。就这样吧，哎，还可以呢。其实我是想要那个可妮兔那一款。最后一个是这个大包，这个应该是我买的文具吧，我因为记得当时买了一个文具的，是买了两个，但是它应该包在一起发了，一个是10块钱，一个是15吧，也是许愿的，就是他们家是卖那种韩国就是比较可爱清新的那种风格的文具的。然后我看评论，就大家收到的还蛮可爱的，我就许了愿，这个他们家也是可以许愿的，他们家许愿是，哎，拆开了，拆开里面有，哇，这个，哎呀。这个是超值哈，一个一个给你们看。这个我当时许愿的是想要笔，想要那种本子和笔袋。啦啦，首先是一个大笔袋，哇，很还不错哎，这么大一个。然后有一层，打开看一下，很大一个，这么大一个，还蛮清新的。噔噔，这个笔袋还不错。然后有一个贴纸。就是可以做手账的时候贴了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哎，还有一个袋子，有一个叫本来生活，他们家好像叫本来生活，应该是一个本子，是的，是一个本儿，两个本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一个那个小的记录本吧，然后里面是长这样的，就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花纹之类的，这个本。然后还有一本厚的，厚的是什么样的？啊，厚的就是这叫什么啊？就是可以记录，也是一个手账本吧，算是。还不错哎，还有一个，就这一个里面有三个，有一个小的，它是一套的应该。然后是这种翻页的，还不错，这个我还挺喜欢的。目前为止就是这一家是最喜欢的。给你们看看有多少支笔，这么多支笔，这个大的一共是25块钱，好像。然后这是一支笔，都是这样的笔，就是反正小清新了。这还有一支，哎，反正都中性笔吧，应该是蓝的，好多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8支笔。八支笔，然后有圆珠笔，然后也有这种中性笔，可以把它装进去。这个笔袋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就是本子，为什么给我的是这样的本子啊？这个本子我不是很喜欢，虽然它很大，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，感觉这个本子不是很喜欢。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的那种本子真的很好看，是小清新的那种，但是给我的是一个是这样的，有条纹本，普通的条纹本，这样，然后还有普通的条纹本，这样，里面是条纹，外皮是这样的，然后也是普通的条纹本，是的，再然后就是两个这样的本子，可能是翻页的吧。这样的里面是小条纹，还蛮厚的，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星空的样式，星空的还是厚本的，里面也是这种浅条纹的，还可以。那么就是我的包裹都拆完了，其他的我都觉得还不错哎，
嗯，这个我很喜欢，还有那个文具啊、指甲油啊都不错。然后觉得不太好的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 choker， 嗯，手机壳我也蛮喜欢的。那么就是100块钱，然后买了8个福袋，里面的东西还好啦，就整体上是很满意的。那这期拆包裹就拆得很爽。然后这期总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，都很满意。然后这个包裹的话，100块钱买了8个，然后拆完之后觉得，哎，反正是，还是挺好的。那，这一期的拆包裹视频就到这里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对了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可以多多给我收藏，然后可以给我投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